又买了东西。为什么把我的纸箱弄破了、啊？今天买的是什么东西？是我看了很久，但是一直没有买下去。至于为什么买呢？因为我的点数要到期了，又加上有折价券，再加上买了这个东西，全家人都可以用，所以我就买了。嗯看这个看不出来是什么吧？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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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是，猜得到是什么吗？答案就是筋膜枪。我来看一下。这个颜色很可爱，嗯，真的很可爱。然后它里面有做这个泡棉的保护，就是这个啦。小提醒：小鹿按摩枪使用说明书。然后这就是它的本体，小耳朵还放在外面，噔噔，超可爱的啦！而且它触感很好。有电的吗？没有，需要充电。来看一下，这个就是这样装上去。哎，这真的是太可爱了。还有这个是他送的皮套，这怎么用？哦，这上面也有可爱的，看不懂。可爱的 BT21， 噔噔，是这样。这个有教我要怎么用吗？是这样吗？然后这个绳子也不知道干嘛的，就开完了。本来想试用的，但因为它没电。然后皮套我再研究一下怎么装好。好可爱哟、哦！再看一次，拜拜。